国际武术竞赛套路刀术。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刀术是在吸取传统刀术项目中优秀典型的技术动作的基础上，遵循武术套路运动技术发展的规律和竞赛要求创编而成的。该套路编排设计合理，内容充实，组合形式多变，难度适中，全套动作布局巧妙，连接和顺，充分体现了刀术项目动作勇猛快速，气势逼人，刀法多变，配合严密，衔接紧凑，刚劲有力，雄健彪悍的运动特点。全套正面演示。